马来西亚的华裔同胞啊，你们好！我今天这个视频是特别献给马来西亚一个啊大豆网棍啊博士的啊视频 ，OK， 因为他已经踩到我的底线了，哦 ，OK， 之前他骂 OK 一个叫 Alex 的一个我的网友，他说这个人啊没有 LB 啊，敢敢讲他，而把他的照片关在眼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把我的照片，我一个视频说，为老不尊，教坏子孙，哦，因为有一个大叔啊来分享，然后他开始说，我跟这个啊大叔联手，我有需要跟他联手吗？你是那颗虫 ？OK， 第二个，今天我看到你昨天的视频，啊，人家传给我啊，针对你所讲的啊这个啊名字的事情，其实为什么我这么敏感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啊，中研界是我在发文告，马来西亚六份的报纸都有报道，我要团结党的这个郑林科副部长来给我们一个 SOP， 他们十天做这个 SOP 出来，但是这个 SOP 出来而让你这个烂人呢 ，OK， 去利用来诅咒啊国家的首相啊各领导人，今天你说你没有讲名字，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清楚。丁丁跟龟丞相是指谁了？你是一个男人啊，你怎么不敢站出来呢？最烂的之后就说，如果你做错了，你会承认，你会道歉。你更烂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你喝了酒，所以一个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丁当，你根本不是男人。我每次跟我兄弟讲的，我9:30喝酒之后讲的话还是算数的。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过错推在酒上，这个不是男人，也是这个非常敏感。为什么马人到今天为止我们的酒厂不能开，就是因为针对像你这种烂人滥用酒精，喝酒是没有错的，喝到酒做错事那才是有错，所以不要把你的错事推到啊酒精的上面。还有一个我要跟你讲，当你把一个手指指到别人，你说人家是狗，其实你是连狗都不如啊！你说我们给钱给这个政府 ，OK， 他是我们是老板，我们给income tax是没有错的。当然，我的income tax每个人都知道，我在2019年，槟城是最高的500多万，你有吗？拿出来给人家看一下，是不是？所以你给这个income tax，为什么你说如果部长做得好，你要拍手？我们员工做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做好，我们继续选他。而不像你这个连狗都不如的啊！当华健一上台，你马上给100万，他们连工作的还没有做好，你就给了100万，证明什么？你不是 BBLB， 你是什么 BBB 啊？所以做人不要有双标，讲一套做一套，每天在胡说八道。希望你能改进，把你所做错的东西道歉拿下来，那才真是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为老不尊呢，教坏子孙呢，让我们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像你这样肤浅、无知跟白痴。谢谢，感恩。